你是零零后，大概也成熟了吧？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，何为家？小孩这么大胆吗？搭上现实的船，出入社会，难免说些故事。哦，你感情这插的我今天这么成熟 ，Part Nine， 我是不是长胖了？感觉脸这么圆啊？没错，最近有很多零零后、一零后又给苍生投稿。我苍生在这里再说明一下，不管你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，在我这里都欢迎你的投稿。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，让大家看一下不同人的他的生活状态。首先，相信看我视频的观众们都非常包容，只要大家别给我发一些搞这个的内容就 OK 了。不爱。而废话不说，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位是一零后啊，让我们先看一下他发的视频。哇，这小女生小时候是短发。看他现在样子，哇，这看起来一零后。关于这种照片，一般是长大之后啊发给比较亲密的人啊。关于这个小女生拍这种照片，还是为时尚早，就显得有点过于超过自己的年龄，有点成熟。我希望那些给我投稿的观众们能够意识到，在我这里能看到你发的作品的有几万甚至乃至几十万的观众，所以大家发点正常的素颜照片就好了。啊？小孩怎么卡进椅子里了？这么憨吗？苍老师小时候也有一些特别沙雕的那种照片。OK， 我现在就放了。这是苍老师小时候。苍老师小学很喜欢 TF 播一，直到王源。不是说我对王源有多大的成见，只是单纯因为我初中暗恋四年的女生，她就喜欢王源。你是零零后，大概也成熟了吧？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，何为家？小孩这么大胆吗？搭上现实的船，出入社会，难免说些故事。真的，我要是视频中那个女生，我就直接揍那个熊孩子了，真的太不礼貌了呀！被你是很亲近的人，千万不要轻易的对异性有什么身体接触啊！就算亲近人也不能随便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，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存在。等一下，这句话怎么弄耳朵？神圣不可侵犯。总之是看那个熊孩子的年龄比较小啊，他还没揍他。我要是我直接揍他。要是年龄大的话，他是直接要被抓起来的。别问超叔为什么知道。哪是。这小女生是吧，简直长在超市的审美点上，她长在我心上，家人们。总之先让超市先查一下她成分，哇，赶紧点关注先。等一下，评论区说这是个男的，真假的？不可能，这么漂亮的小女生怎么可能是男父子？相差16岁，他真是男孩子啊！为什么我苍生每一次心动，他最后都会变成男孩子？哇！然后接下来那个女生是08年出生的，她现在也有15岁。OK， 让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她发的不是视频，而是图片。让我们先看一下她10年前，就是很普通的女生嘛，很普通的女生是什么形容词？男的？这么小就开始试穿高跟鞋了吗？哦，对，苍老师小学好像也。然后这张照片，哇，蛮酷的，感觉他像学过街舞，我就相信他，应该就是他现在了。初音，哇，还有可莉，对不起兄弟们，哦，等一下，她是女孩吧？啊，对不起兄弟，我特别真心动了，哇，身材也 very nice 啊，这是他拍的艺术照吗？这是15岁。你说他25我都相信，真的太成熟了。他说他是从21年开始玩 cos， 也才2年吧。然后看一下小姐姐是哪里人，江苏南通。
别你别正常，你正常点吧，还是行了，那拍完再。我可以把那个同学赶走吧。那我们接着看，他说他自己是个四坑女孩 ，JK 汉服、洛丽塔 cosplay 都喜欢。他说养这些爱好，单拎出来一个都很烧钱，还四个都玩。我问他南通是大城市吧？南通不算特别大，但是周围的孩子都是蛮成熟的，怪不得。兄弟们，影响一个人的因素就是环境很重要。如果大家身边人都很成熟，情商都很高，那你肯定也是混得风生水起，与人交流是鱼如得水。我上来发照片，小姐姐，你真好啊！这是她穿着洛丽塔的照片吗？哇，还是原相机的，这年头有勇气用原相机拍的确实很少了吧。最让超市感觉惊讶一点就是他父母都很支持他的那个兴趣爱好，然后还陪他一起去漫展，帮他拍照，当他的后勤。真的我都不敢想象，因为我是小城市的，我父母也比较，因为主要他们还是觉得这些兴趣爱好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吧。然后我就这么问他嘛，他说他成绩可好了，但是从20年生病休学了，休学之后情绪不好，就想发展点爱好。20年13岁，从初中开始休学了。然后我知道有些弹幕的小伙伴可能会好奇他是为什么休学，然后他是因为，然后我问他之后有什么打算，他说想学政法，就是像罗翔老师去逮捕那些法犯狂徒张三李四张晨啊什么鬼。然后可以看到这小姐哇特别温柔，因为我是凌晨录的视频嘛，她还让我早睡，别让我熬夜，真的我要不是大你5岁。结婚时代其实大家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很累的时候，偶尔歇个一两天乃至一两年都是 OK 的，把自己状态调整回来。人生嘛，你是为自己而活的，如果你要自己感觉活得不太对劲，就一定要停下来，让自己去找到自己能够活下去的方式。真的有些人他就太极端了，大家活在世界上一定要像水一样，就学会变通，这样你才能活得更长远，而且也会更快的。然后最让浩斯感动的还是拍过头逼了，然后大家3年多了之后，曹老师就更有动力去进行更新。然后我粉丝多了之后，还会回馈给大家，给大家发福利。真的，现在关注曹老师入股绝对不亏。你看现在外面都在放炮，怎么说停就停啊，哥？然后再。